看前面有一个奥特曼盲袋啊，新的还没开封呢。德凯奥特曼，看看今天有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奥特曼。第一张看着还可以的样子啊、哦、这是什么？奈克塞斯奥特曼，这名字起的，但是战斗力只有15.10万，稍微差了一点啊。闪闪发光的奈克塞斯，揭开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欧布奥特曼，14.3不及格，欧布你要加油啊，这个战斗力打小怪都不行。来，我们继续，特利加奥特曼14.7也不及格，摆在好的造型没有用啊。啊，这个像点样了，这个赛文奥特曼17.1万的战力啊。泽塔，熟悉的泽塔又来了，你是来打酱油吗？也16.7万，可以打酱油，不错。还有几张呢？后面还有两张，先开一个盖亚。盖亚15.2万，没有一个像样的奥特曼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什么 ？SSR 的好像哇，又是泽塔，太让人伤心了。泽塔，你能努力点吗？不合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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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合格。开了一堆什么玩意儿？没有一个像样的，战力都没有超过17万的，全是垃圾奥特曼。回家吧你们。德凯，我怎么觉得最优秀的奥特曼就是你们，到目前为止没有找着一个比你们厉害的奥特曼。德凯奥特曼，加油保卫地球吧。